萨的精神，即是效法伊所发的自心之愿。修菩萨道的人，即念发菩提心，即利人之心。发菩提心就是利人之心，利益众生的心就是菩提心，就是菩萨的心。啊，透过利人的利人过程中，完成自我的目标。咱今日透过利人的过程中，完成咱自我的利益。恁若无去度人，咱毋知讲人安怎度，对不对？恁若无去度人，恁知影人安怎度无？毋知。恁若无透过放生，不恁咱知影三宝真正遐殊胜。啊，恁若无透过心中人的教育，咱毋知这个心中是种一个众生，遐比较辛苦。啊，所以这个当中就是互咱啊自我的力量。啊，利益对，啊，助力利他中提升到念佛菩提心的时阵，伫这个啊，伫这个助力利他，咱其实是利他，唔过咱嘛助力，助力就是哪，就是只要讲今仔日做一个比如，我要来台上再跟你讲，爸爸，我哩做这个去台上我讲啦，其实伊在我前，我老你嘛大，但其实是更造成我。我阿个爸爸，我阿个做什么？好阿个好，其实咱讲人情，其实是智啦。咱讲做人，其实嘛做大事，啊对。所以这就是讲人情，义目标是人情，但是已经到最后人格。好，你看无？无进啦，讲再跟你讲，再方便你再办，是不是？一等到是我阿个先再办，我还要再回来，对不对？其实是。他是业外的，但若你问他，其靠在我是做善事的，好、哦，其实就是依靠什么？好、哦，所以这块的经营呢，好、哦，实在是的确助力他用提升到菩萨的心量，菩萨心爱培养，听好看好哦，一字一字看好，菩萨的心量。心就是用菩萨心，行就是用行的时阵，是绝不容易，极不容易。所以有阵时啊，咱经常听讲，要发这个菩提心。